大家好，这边是 New Era 学生公寓。那今天呢，给大家做一期关于我们 D 座和 E 座电磁炉使用方法。那电磁炉我们在英国叫 induction hub。首先呢，我们需要打开一下开关，这边 switch on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电磁炉上几个按钮。首先，这个钥匙是我们的安全锁，如果一直亮光，就说明这个按键无法使用。首先呢，需要解锁，点击钥匙，等亮光结束消失就可以使用。下面这个键是我们的开始键，点击开始，点击开始键，选择对应的灶台，比如说右上角的，点击。上键和下键是调节我们需要的档数，也就是温度。我们总共有9个档，选择之后。只有在电磁炉上放了你对应的锅，选择对应的档位之后，就会开始